参选前得先联署2012选战起跑比双英慢一节，被批评没端出牛肉。宋楚瑜有话要说。宋楚瑜都没有证件啊，怎么会没有证件呢、啊？因为每一次我都要尊重他们的问题。不要忘了，宋楚瑜跟林瑞雄先生确实有完整的证件。搬出政策白皮书，面对接下来电视辩论，宋楚瑜有备而来，由发言人李同豪主导准备政策论述，搜集资料，推出政策活页簿，弹性可随时调整，找出最佳政策。我把重点放在实质上的问题解决，不是在辩论的技巧。从政经验丰富的宋楚瑜，辩论场上将聚焦民生议题，猛攻马政府施政缺失。马总统不敢大意，成立辩论小组，马办副执行长罗志强、发言人英伟两人都是辩论高手。辩论主轴设定政策勾勒与政绩比较，强调马政府施政比过去都好。马中华自己的在辩论风格上一向不是一个言语花巧的政治人物，总统在执政三年多以来所累积的这些具有全国性高度的执政经验，那相信是可以经得起全民的检验的。2012双英对决变成马蔡宋三分天下，泛蓝支持者等不到的马宋会，两人将在首场电视辩论正面交锋。三立新闻林建宏、黄兆伟台北报道。